前面这辆黑色轿车，我在后边给他鸣笛晃大灯。人到他后屁股上，我再一个人喇叭，你看他现在他在前面故意踩刹车，你看他和前车最少得有40米的距离，他的右侧车道没车，踩了有最少得3次刹车，他这是纯属故意。膝盖一下，他是粉碎性骨折，大出血。看到他已经在看到，而且极力的想办法在让后面的这个救护车右手边和右前方都有车，没办法塞不进去，往右靠，也不让他也没办法，只能超车超到最前面。但是这个时候过程上来讲就是需要慢一点，这个救护车吧就是这个比较着急。完了说超过去我们车以后，我们给让完一个超去，故意别了我们的车，而且连续2次还特别大骂。确实我骂人是不对，确实当时有点激动。